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学习的经文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有没有什么大家觉得有需要不太了解的地方？先从第三章后半部，OK。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第四，我想一下，就那个。张 OK，我听到两个声音，是不是？哪一位姐妹，请你说哈，没有关系。三章的11节，endure。Endure，OK，endure。His love to Israel，OK，、okay? 所以显然这个句子我们一看，我们知道主语是 His love to Israel，right？他对以色列的爱，以色列的爱呢，endure 这个。我们一看了解，它是个动词，对不对？OK，所以这个 endure 是指它能够承受得住，能够忍受得住。常常我们讲的是这个能够承受、承担多久，能够经历多久。OK，endures forever，它对以色列的爱可以永永远远的承担下去，永永远远可以长久下去。这个叫做 endures forever，endures。OK，所以 endures 通常我们用在什么地方？是指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 endure。比如说这件事情，我可以忍受下去，承受下去。OK，这个车子的马达大概可以承受多久啊？可以用多久啊？这个叫 endures。OK，好，那么现在就是针对说他对以色列的爱可以承。持续多久下去？Endures forever。OK，他对以色列的爱这么深刻，可以一直到永永远远下去。OK，所以叫 endure。好，endure 通常这个字哈，通常都是有 suffer 的意思在，他在忍受，他在受苦，就是有一点点不是那种嘻嘻哈哈很高兴的，他通常都是要背负着什么东西，所以叫 endure。OK，神对以色列的爱，所以现在讲到就是说，这位神他对以色列的爱，他背负的是永永远远，他愿意承续下去。OK，这个是 endures forever。OK，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还有哪一位？Happy 有问题吗？Happy，12节的 Family Head，Family head，我们前面有看对。过 heads of family，heads of family 跟 family heads 同样一个道理。这个 family 指的是他们的宗族，OK，他们一个族一个族，每个家族的族长。OK，我们这边都是姓陈的，我们这边都是姓王的，OK，或者是怎么样子，在以色列当时也是，他们家族是有族长的，有这个族长制，所以叫 family heads，这个就是他们的族长。所以祭司，你看在当时的这几个社会上的重要的干部，祭司很重要，立位人很重要，这两个因为是服侍神的啊，接下来就是族长，OK，所以一个家族的人都是听族长的。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下面有一个十字三哈，节，第三行，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 allowed 是大声出来，OK，大声。我们这边是 wept aloud，一般来讲，OK，wept 我们那天有讲过，wept 就是哭，对不对？就是哭，OK。那现在要你大声哭出来，OK，哭出声音来，这个叫 wept aloud，OK。原型是 weep，right，allow，OK，、okay, 什么事情也还可以 weep allow 呢？我们比如说 read allow，大声读出来。有些小朋友站起来，老师叫他读课本，他很小声，不敢大声读。老师会说 read allow，allow 就是大声，OK。我们还可以叫人家 sing allow，right，OK、okay?。你大声唱出来，你不要那么小声，就含在你的嘴巴里面。Sing aloud，OK？Sing aloud，OK？所以，weep aloud，read aloud，sing aloud，还有什么东西？Laugh aloud，你要么就大声笑出来
laugh aloud， 有些人不敢啊，这个樱桃小口遮住，不好意思，我们不好意思笑出大声来 ，laugh aloud，laugh aloud，OK，、okay? 然后再来，你说话的声音太小了，我听不见 ，talk aloud，talk aloud， 大声说出来 ，right，talk aloud，OK，、okay? 好，这些都是可以 allow 大声，只要加一个 allow 这个副词，就让人家知道说是大声把那个动作给做出来 ，OK。大声 ，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十三节的 distinguish，distinguish，dis， OK， 注意这个字哈 ，S 跟 T 两个是辅音，凡是遇到辅音的时候，你那个后面那个 T 不会喷出来，所以你会稍微收进去，像是浊音化 distinguish， 我不会念 distinguish。OK，distinguish、okay, 听起来像比较重的 D 的音 ，Doctor 的 D 的音 ，distinguish 就是我们要分辨、辨识 ，OK， 辨识这个是，哎，刚刚有个声音出来，你分辨一下那个是什么，是猫叫还是狗叫啊？这个是 distinguish，OK，distinguish、okay, distinguish, 区分出来 ，OK， 你去区别一下。OK， 区别一下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分辨一下啊，把它区别出来，这个叫 distinguish。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里后面是要你分辨两种声音，一个是很悲伤的，因为那些老人以前看过旧的圣殿，现在再看到圣殿再盖起来，他们一定是怎么样，满眼都是眼泪，因为太感动了啊。那年轻人是不懂事，也没见过旧的圣殿，就是觉得很兴奋，太好了，我们圣殿建起来了。所以这是处理，作者在这里处理是两种不同的情绪，又是鼻涕眼泪的，又是嘻嘻哈哈的，两群人是不同的情绪的处理，但是大家已经分不清楚了， No one could distinguish，没人可以分辨得出来啊，哪个是哭的声音，哪个是笑的声音。为什么？因为这个声音太大了，哭的也太大声了，笑的也太大声了。那就是告诉你，读者就可以理解到当时这种群众里面复杂的情绪，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情绪。OK， 而且这个他要强调，这个声音很大 ，much noise。那个声音很吵杂，这个声音甚至 was heard far away， 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呢、要么就是笑，要么就是哭，反正那个声音很吵杂，很远地方都听得到、啊、你就可以读的人作为一个读者，你就可以完完真真切切体会到现场那些好像回复到2000多年前的那一幕放给你看、啊、一个视频放给你看，你可以体会到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复杂的情绪，复杂的情绪。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第四章第四节的 set out， set out， OK， set out 就是他们去、出发， OK， 出发去做什么事情， set out， OK， 所以他们就开始或是他们出发去做什么事情 set out， 我们这个事情现在准备出发了，耶稣说好，我们现在都出去传道吧，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 set out， 这个就是 set out， OK， 好，所以他们着手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可以讲 set out， OK， 好， set out， 好，有没有问题？第五节的Counselor frustrated. Counselor? OK, counselor 基本上就是、国家安全顾问一样，国家顾问。OK, 好，所以他们这些人的时候呢，要买，就要买通一些人。They hire, 所以这个 hire 你就知道是跟他们拿薪水的。OK,、所以他们就雇了一些这些人，这些人都是有点子的，知道怎么样去做，故意去做对。OK， 故意要做对，所以这些都是他们雇用的这些人，专门要跟这些人做对。他们的目的是要干什么？第一 ，work against them， 跟他们对抗。OK， 第二 ，frustrate。OK， 什么叫 frustrate？ 这个叫什么叫 frustrate？ 挫败，很怎么样？很沮丧，是不是？
很沮丧，破坏，还有破坏他们的计划，阻挠他们的计划，阻止他们的计划，就想让你们盖不成这个圣殿。 OK， 所以叫 frustrate their plans。 OK， 人家有好好的计划要盖圣殿，你去 frustrate 他们的计划，那意思就是阻挠他们的计划。我知道他想做大生意，我就去阻挠他的计划，我不想让他这样子。OK， 我知道他是有心要考清华北大的，他有读书有计划，我去 frustrate 他的计划是怎么样，就阻挠他，他读书我就故意在那捣乱，我故意让他考不上北大清华，这个叫 frustrate their plans， frustrate their plans。 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第六节的 lodge，第六节的 lodge an accusation， OK， 所以 lodge 这个是一个 accusation 的动词， accusation 是对别人的控告控诉，对吧，所以 lodge 呢是就是正式的提出发出一个 accusation， 提出一个控告叫做 lodge， 用这个 lodge 这个动词。这个我觉得像这种东西的话是配套的，所以呢你可能就是要把它记下来， OK， 当下一次你用到 accusation 这个字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可以用 lodge 这个动词来跟它配对， OK， 这样子用就很方便了。 lodge， OK， lodge 这个字哦，可以 lodge 好多东西，我们跟他讲一讲这个字好了。Lodge 通常很多东西都可以 lodge。 OK， 有没有想到其他的，我们今天用的是 accusation 对不对，提出控告，还有什么东西 lodge， 还有什么 lodge 可以 lodge complain 是什么东西，抱怨，所以你要正式，这个是很正式的哈。Lodge 是用在这里指的是很正式的 ，OK， 是很正式的提，等于是不是我们普通在家里面抱怨？哎呀，你看我先生都不洗衣服啊，你看我先生不冲马桶，这种是小抱怨，不是哈。这个 lodge a complaint 是很正式的提出一个抱怨，一个申诉 ，OK， 好 ，lodge a complaint，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lodge？Lodge 什么 ？A protest， 什么叫 protest？ 有没有人知道 protest？ 抗议，老师。抗议，还有呢？什么东西？做什么？在西方国家有这个 protest。我们上街去抗议、示威、游行那种都叫 protest。这个 protest 比 complain 更加大力度。通常都有行动的。我们现在。抗议，我们学校为什么今年老师的薪水全部减薪 20%， 这个不行啊，在美国的话我们要去游行的，要去示威，要去抗议，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老师全部罢课不上课了，这个叫 protest， 就是有行动产生的。我们这个超市的所有员工认为我们现在的福利不够好，我们全部在超市的门口举牌子，大家轮流举牌子，分班，一班三四个人在那举牌子，全部一共十几二十个人在那举牌子 ，OK， 每四个小时就有换一班，大家那是 protest， 我去示威，我去抗议，那叫 lodge a protest，OK，、okay?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lodge 可以用的？还有什么？还没有其他的？老师建议能这样提呢，提出一项建议。不可以 ,lodge 不做建议。不做建议。lodge 通常都是提就是反对人家的，就是赞成的、大部分都是用在这。你注意我的这几个字 ,accusation, complain, protest, 都是不太赞成人家的意思的。OK, 太赞成人家的意思。Lodge 这个字还有什么意思？做名词有没有学过 Lodge？ 逻辑？不是逻辑，还有什么 Lodge？
是不是房小房子？对，一个小房子叫小木屋。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 在那个风景优美地方的地方建一个度假小木屋，那种东西就叫 lodge， 就叫 lodge。 有些人的旅馆呢，小旅馆啊，我就住过这样的地方。在一个有一次开车赶路，在一个森林里面已经七八点钟了，我没找到一个地方住，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地方挂一个招牌什么什么 lodge、lodge， 你基本上你看到既然人家说 lodge 不是 hotel， 你心里要有理解哈，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像酒店一样那么金碧辉煌的哈。所谓 lodge 就是小木屋，所以我们那天去住的那个地方没有电视，只有一个床，木头床，一个小柜子，然后你要喝水可能还要到楼下的柜台，就人家有一个产业在那里，人家就开几个小木屋给过路的人住，这种叫 lodge。 OK， lodge 如果做动词是什么意思？Lodge 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lodge 小木屋，对吧？那如果做动词呢，我们进去那里休息，那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去住寄宿，对不对？寄宿，对， OK。 所以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固定在那里，借住保管或者什么东西，是这个意思。那怎么会扯到说，哎，还有 lodge an accusation, a complaint, or protest 呢？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把抱怨，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把什么东西定住了， OK， 我正式的提出，而且我很坚定的把这个东西放在那儿，这个就叫做 lodge。 Lodge an accusation, lodge a complaint, lodge a protest。所以 lodge 本身有一个就是好好的把它固定寄放，放在那儿不动，这个叫 lodge。 OK，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可能有点不太理解哈。 But anyway， lodge an accusation 是你正式的，这是 officially 哈，正正式式的提出一个控诉。 lodge a complaint 抱怨， lodge a protest 这个是提出示威抗议，这个叫 protest。 protest 就比前面的那个 complaint 还要有行动了，有行动范围了，所以叫 lodge。 okay， 好，提出索赔。 OK， Abigail 你要用哪一个字来索赔？ lodge a refund 不可以，不这样用。可以提出 request， 可以用 request， 不用 lodge 这个字。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老师，我有个呢，十五节那个 active， 什么 active？ 十五节的，对，怎么讲 ？archives 啊 ，archives，archives。OK， 有没有常见到 archive 这个字？老师，前边那个 art 是有功的意思吧？啊，什么功 ？arch 那是 arch。那是 arch， OK， 我们这个字是 archives， 跟那个没有关系。什么叫 archives？ 我们有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如果你是存档了，你旧的档案在电脑里面，有一些你就比较可以放在一个旧档案的部分，你不常用的你就放在那个地方，那些就叫 archives。OK， 所以我们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保存起来，在电脑上面保存起来，不常用的封存起来，像法院也有这样的地方，这几个档案柜都是旧档案封存起来的，要用还是可以用，但是就是不活跃不常用的东西，我们叫 archives。 OK， so the, a search may be made, OK， 可以做一个调查， may be made， 可以做一个调查。 In the archives， 你这个 search 要 search 什么东西呢？就是在你的旧档案里面，旧档案 archives 就是指过去封存的档案 archives of your predecessors。 什么叫 predecessors？ 这个字什么意思？predecessor 是什么？
他这个话是跟王讲，现任的王讲，他说你可以去研究研究，去调查一下，调查你过去的档案，过去档案谁的档案？ Your predecessors. Predecessors 指的是你的前任的人。你现在做王，你的前任王是张三，再前任王李四， 你去查查张三李四的王他们的档案，这个就叫 predecessors。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做公安局的局长，在我前任可能是个李大毛，再前任可能是个王大庆， OK， 好，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前任predecessors， 在我前面任这个工作的，我现在做北京市市长，那么北京市市长的前任比如说是谁做的，又谁做的，李强做过，谁又做过， OK， 那些人就是我的前任 predecessors， OK， 好，所以 archives of your predecessors 指的是你前任的档案，这些旧档案里面， OK， 好， A search may be made in 是在什么里面去那里翻找，在什么里面去做 search， 在什么里面去做研究去翻找呢？你可以去在前任的档案里面去找的。王，如果你不清楚这个城市，不，因为他们现在想讲犹太人的坏话，而且想讲耶路撒冷的坏话，哎呀，这个城可不好了，我告诉你，这个城以前为什么要灭掉它，就因为这个城很邪恶，这个城是叛变的啊。如果王你不清楚的话，你可以调查一下你前任的王他的档案，你就可以查出来了，这个城可不好，可不好了，他们现在要讲犹太人跟耶路撒冷的坏话， OK， 好，还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一节里边的 troublesome 基本上就是有 trouble 的叫做 troublesome， OK， 这些都是 会惹事的，这些都是出问题的叫做 troublesome， OK， troublesome 可以用来形容什么？可以讲什么？就是指麻烦哈，就是指麻烦，麻烦的，麻烦的，可以讲麻烦的人，可以讲麻烦的事， OK， 人我们通常可以直接讲 He's a troublemaker， 我们昨天是不是讲过 troublemaker， 对不对啊？他是很麻烦的，他是很烦人的，他是容易出事的，他这个人我告诉你，你小心，你离他远一点，有没有？ OK， 好，所以我们昨天讲过的这个 troublemakertroublemaker 他是专门制造麻烦的， OK， 那这个 troublesome， OK， troublesome 可以讲人是 troublesome， 可以讲事情是 troublesome， 这件事情是烫手的山芋，很麻烦的， it is troublesome， OK， 这个人 he is troublesome， 他到哪里都是惹麻烦的， OK， 你不要接近他， 他又搞事了， OK， troublesome， 所以 troublesome 可以指人，可以指事情。今年度This year is troublesome. OK， 今年我们国家非常糟糕，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OK， this year we are in trouble， 或者是说 this year our country is troublesome.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很麻烦的 troublesome. 我们的学校现在是很麻烦的 our school is troublesome. OK， 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他要强调的就是 a rebellious city， 它是一个叛乱的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它是非常麻烦的 troublesome to， 对什么人而言？对王啊，对其他的省份它都是个麻烦， okay， 都是个麻烦。好，十二节的 tribute eventually tribute revenue yes没有，那个是在十三，我知道你讲的那个是在十三节里面。OK， 你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那个，我 OK， 好，十四节什么地方？Obligation。OK， 好，什么叫做，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 obligation？
什么叫 obligation？ 义务吧。义务。义务 ，OK。obligation， obligation 不一定是钱，对不对？不一定是钱，也许是你该做的事情。像有的国家要求所有几岁以上的男人通通要当兵，韩国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他的 obligation， 他有保卫国家的责任的义务，叫 obligation。 OK， 好，所以他说 Now since we are under obligation， under obligation 是我们在这个之下，对不对？在这个义务之下，也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义务，我们有这个义务，我们有这样的义务，对什么来讲 ？To the palace， 对皇家，对不对？对他的皇宫，对于王室 ，OK， 对你这个大王，我们是有义务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是怎么样？他说我是你的臣民呐、啊，对不对？我对你有义务，我应该效忠你呀、啊，我怎么样？所以我见不得你被什么 dishonor？ 什么叫 dishonor？就是侮辱啊，老师被亵渎了 ，OK， 被亵渎，我见不得你吃亏，我见不得你是这个被亵渎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大王，大王你可不能吃亏了，你别待会儿人家不给你交税了，人家不给你进贡了，你可吃大大亏了 ，OK， so under obligation 是在那个义务之下，意思就是我有这个义务，我必须要尽这个义务的意思。叫 under obligation， obligation 可以是很多，比如说我们今天跟你，我跟你签了个合同，我作为你是房东，我是房客，房客有什么义务呢？房客要维持这个房子干净，对吧？房客要我不能再住这个房子了，太吵闹，对吧？房客有什么义务？房客有保持清洁啊，不要太大声啊，同时要不能破损啊，对不对啊？然后有定期交房租 啊清洁啊，这个都是我的义务。I'm under the obligation of 什么事情。Okay， 那房东呢，房东也有义务啊，房东要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啊，对不对，给这个房客 啊所以我们在订合同的时候、啊、双方的时候都是有 obligation， 都是有义务的，因着这个合同而产生的。We are under obligation。Okay，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他现在这个四章十四节，他的中文翻译什么食欲言，这种是很古的那种中文。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我拿你的粮饷，我是你的臣民子民，所以我不忍心见到大王您这个被亵渎了，不忍心见到你被吃亏了，所以呢我就一定要尽告知的义务，我可要提醒您了，王您可不能这样做，你不能让他到时候连税也没有了，连这个进贡也不进贡了，就是这个意思。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第十九节 issued an order reward sedition。OK， issue an order 是什么意思？ issue 这个是你要你，如果你有一个 order， 我要下一个命令的时候，正式的发布一个命令，你就要用这个动词 issue an order， 发布一个命令 issue an order。 OK， 好，这个叫 issue， 你用 issue 这个字，我 issue 一个命令， OK， 正式发布，不是只是嘴巴讲讲而已，它是正式发布一个命令 issue an order。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哦，这里面的 revolved revolved OK， revolved revolved 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 revolved 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就是就很恶行反叛，对，他也是反叛，对不对？ 反叛或者是反抗或者造反 revolved。 OK， 他要讲的就是 this city 指的是 Jerusalem， 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它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他们这边曾经有造反过的，有不听话的 against kings， 反抗这些王。他所指的这一段，他为什么要指这一段？
因为以色列人当时迦南地的四周有很多外民族，然后偏偏以色列人又用被很多的外民族的王给统治，那像我们前面讲到巴比伦来一趟，然后就打一场仗，到时候掳走一大堆的战利品，这个圣殿里面的宝贝就通通拖走一大堆，人也拖走了，去苏武牧羊去流放去了，是吧？啊，所以以色列的历史是受到很多外民族一次一次的进攻，它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很长的历史都是在反抗那些王的。但是你看从你的嘴巴里讲起来说啊，我们是反抗这个暴政啊，或者反抗什么人那些王外民族对我们的什么怎么样，对吧？啊，那但是从外民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你那个是 revolt，OK， 你就是叛变叛乱，你那个地方就容易出乱事儿。你老是一天到晚在反抗这个王那个王的，所以他说 You have a long history of revolt against kings， 专门跟那些王作对的。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节里的最后一个词 Sedition OK， sedition 这个字呢是跟 rebellion 是叛乱。OK， sedition 这个字呢比较特别一点，是它是煽动叛乱，它去煽动人家。OK， 所以呢，他们不止自己搞叛乱，而且没事就煽动群众，搞群众运动。这个对于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觉得是非常担忧的，是吧？啊，所以现在报告给这个波斯王，告诉给他们说，你看这些犹太人，我告诉你不好处理，这些历史上他们就是没事对抗那些王，然后这个地方 has been a place， 表示这个城市已一直都是，你注意他用现在完成式，所以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它一直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是一个容易叛乱的地方，出暴动的地方，它容易煽动群众叛乱的一个地方， sedition。 OK， 所以就是提醒这个王，告诉这个王你可要小心了，你现在千万不能让这以色列人什么又该让他们盖城墙了，又盖圣殿了，什么什么免了免了免了，通通不让他们这样，不然到时候钱也损失了，也收不回来，也不没有这个人给你缴税了，给你进贡了，到时候还容易起叛乱，是吧？起乱世容易被煽动。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下一章我看一下哈，下一节有一个 Trans Euphrates 啊，我想跟你解释一下这个 Trans Euphrates， 给你们看一下一个地图，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个翻译成我们先看一下经文里面说的，经文里面翻译的时候是说是河西，对不对？大河以西，基本上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这个屏幕上的这个哈，是有一点像现在的地图，这里有两条路，两条大河，这是人类文明的起点，非常有名，在中东的两条大河，我们读人类历史一定会读到这两条大河的名字，一个叫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Tigris River， 另外一个叫我们中文叫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我记得这个我小的时候是的必考的命题哈。 OK， 好，这两条河里面我们主要讲的是幼发拉底河这条，他们叫大河，这个道理就像我们的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一样，我们讲到母亲河每个人反应哦，黄河嘛，不用讲出那个河名字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所以 Euphrates 在当时他们就叫大河。 OK， 大河，所以现在 Trans Euphrates 指的是什么，经文里面提到 Trans Euphrates 指的是大河以西的部分，以西就是这一块，整个这一块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地方。你先看一下，现在这个地方是伊拉克，伊拉克的 Baghdad 是现在的巴格达，对吧？这是它的首都哈，它的很大的城。那么你再看这个往西来，你看这些都是大城啊，都是我们听说过的，对不对？ Jerusalem 在这里， Jerusalem 耶路撒冷，再来呢大马士革，
Damascus, 记得吗 ？Damascus 啊，这个是很有名的哈。Amman 哈，现在的 Amman 哈，约旦 Jordan 啊 ，Syria 在上面哈，叙利亚啊，这些都是很附属的地方。OK， 很附属的地方。然后呢，它就是在所谓的大河以西的部分，就是指这一块，在圣经经文里面叫 Trans-Euphrates。Trans-Euphrates， 因为当时这些是一个河西省，就是一个省份在这个地方，整个是很附属，中东很附属的地方。Okay，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经文里面哈，你看一下我们的经文里面。OK， 经文里面讲说 Jerusalem has had powerful kings ruling over the whole 耶路撒冷，你刚刚已经看到那个位置，耶路撒冷的位置，它基本上它是历来都是有很有强有力的君王，直接统治 ruling over 整个河西部分。OK， 河西指的就是 Euphrates 这条大河的西半部的部分，那些都是附属之地啊。OK， 都是非常附属的地方，所以就是讲说这些地方很厉害的啊，千万这些地方是不能这个不能放弃的哈、啊。基本上这些做王的人，其实眼睛打开都是财迷啊。都要看着钱的，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看钱的，所以他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么富裕的地方，然后呢 你刚刚看到他在河的这一边又靠海，到时候进出一定有关税，第一个 duty 跑不掉，这些人都得交税，你制造税，你的什么房产税，收入的什么税，我都叫你们交 taxes， 对不对，叫你们还要进贡。 OK， 所以Taxes, tribute, and duty were paid to them. 就是要给他们进贡啊，交这些钱的。OK， 所以千万不能放弃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重要的。这样子，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为什么 Trans-Euphrates 就是指河西啊？大河以西。Trans-Euphrates， Euphrates 是刚刚讲的那一条大河，对不 对，那条河的名字。 OK，那这个地方 Trans-Euphrates 是我们现在对这个地区的称呼，叫 Trans-Euphrates。 在当时那个地方，那个时代的人就是河以西的部分，那我们已经看到了河以西、耶路撒冷啊，大马士革啊，安曼啊，那些地方都在，那些附属的城市都在那一片，那个地方就是重要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 OK， 那我想他们这个当时是从中文的圣经版和合版是从希伯来语直接翻译过来的，那指的就是大河以西的那个部分，我们今天用中文讲叫做 Trans-Euphrates。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谢谢老师。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第七节的 script， 第七节，四章第七节吗？对，是的，四章第七节。第七节，喂，等一下哈， script， Aramaic script。Script 是指什么东西？ Script 是指文字稿，这个叫 script， 凡是用笔写下来的东西叫 script， 有文字的。那后面是 Aramaic 的这个 language， 它的语言。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它跟他们跟这个上奏的时候，这个语言是特别用这个亚兰文写的，这个是亚兰文跟希伯来语，古希伯来语是非常相近的，这个都是以色列人看得懂的。 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第八节的，凡是文本的东西，文字稿的东西都是 script。 那 scripture 就是从这儿来的是吗？你可以这样讲，不过意思就是说Scripture 是指我们通常 Scripture 要大写 S， 然后在圣经里面凡是你看到 Scripture 的话，指的是
所有犹太人的经典叫 Scripture。 Scripture 对他们来讲就是那一本大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见过以前他们画那个古犹就是犹太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本大大的书，到今天在以色列都有这样子一本大大的书，这个就是他们犹太的经典。 OK， 那古时候，现在当然用纸质了，以前的话就是用羊皮卷，羊皮卷大大的书这样子。 OK， 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就读哪一卷书，就要把这个书给打开来摊开来，上面有文字写字的就叫 scripture。 OK，这种大书，这种大卷就叫 scripture。 那事实上当时的话，文盲也是有很高比例的文盲，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的，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所以文士这个时候就很重要。文士是负责抄写，负责有的时候要讲解一下告诉大家，但真正如果要讲解经啊，要干什么的话，那就要祭司来讲。 OK， 这些都是读书人呢，这些都是在当时社会 上层的人了。 OK， 那如果是农夫啊渔夫啊不太识字的，那你就坐在那儿听呗，人家读给你听，人家告诉你解释经文给你听，这样子。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第八节的 Depart and suddenly Depart， 我没有看到 Depart 第八节啊。哦，有没有 depart？ 没有看到，可能你是不同的版本，是不是？哦，那我可能搞错了吧。嗯，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是 depart 这个字的话 ，depart 就是离开的意思。有没有你在机场入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开车去旧金机场 ，OK， 一边是 departure， 一边是 arrival。Arrival 是入境的飞机， Departure 是这边是离境的飞机。假如今天我是从旧金山要飞出去，不管你飞到哪里去， OK， 你一定走 Departure 那边。如果你今天是去接人的，有人从国外飞进来来看我，那我就要到 Arrival 那边去。所以 Depart 就是离开。第十节老师、啊、第十节 Depart 第十节。哦，第十节我们来看 Depart， 这个不是 Depart， 这个是 Deport。Deported, OK, deported. Deport 是基本上是移动， OK, 这个人从什么地方移动到什么地方去叫 deport, OK. 我上次好像跟大家讲过一个，如果这个人是 OK, deported, 所以指的就是这些人离开移动或者是安居在什么什么地方的这些人。 OK， 好，可是 deport 这个字呢，如果我用被动式 he was deported， 这个是什么意思？驱逐出境地。 That's right, he was deported by the US government，他被美国政府给驱逐出境了。 deported 是 was deported， 是被强制性的要求。 OK， 我们还有一个名词 deportation， 这个是驱逐出境的正式的名词叫 deportation。 OK， deportation 就是把这个人正式驱逐出境。中国也有这样子，我们不欢迎你入境。 OK，你对中国不友好，我们觉得你来我们国家我们就是讨厌你，就不喜欢你来，所以我就是 deportation， 就是把你驱逐出境。 OK， deported。 中国有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的公民驱逐出境，因为这个公民在我们这里我们已经不愿意他待在这里了，我们就把他驱逐出境 deported， 所以是被驱逐 he was deported。 OK， 好，有什么问题 ？Deport，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经文哈，这个原来的经文，这个地方它是deported， OK， and settle in the city of Samaria， 他们有可能是迁移的， OK， 离开这个地方的，或 settle 就是定居下来，刚好跟这个 deport 是相反的。deport 是离开，对不对？迁移出去，离开这个地方 ，settle 呢是被安居在这个地方的，定下来的。或者是其他的
在其他的地方 in Trans-Euphrates。Trans-Euphrates 就是指 Euphrates 那一条河的西边的这一块，都是当时很富裕的地方啊，很富裕的啊，这个是国家税收很高的地方。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前面经文有个 associates 什么意思的？associates 第九节。Yeah, 我看到了，在我的画面上 associate 指的是说，如果在现代的英语用，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下，哦，这是我公司的 This is my associate. Associate 表示他跟我一起工作，但是他的职等比我低一点，这个叫 associate. Associate, OK? 所以他这里指的就是说，这些人他是 commanding officer, right? 这个人是当地的 commanding officer, 他是领头的第一把手、哦、他是这个省的省长，然后下面是他的秘书 secretary, right? Shimshai 是他的这个 Shimshai 是他的 secretary, 然后还跟着其他有一些是他们的 associate, 那就指的是跟他们一块做事，可是比他们职等低，在他们属下他们的部属跟他们一块的叫 associates。谢谢老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录制 testimony 的时候用那个 define moral, 那是夏令义的意思吗？什么？我不知道录制什么东西 testimony。你说老师今天的 testimony 吗？见证吗？对对对对，今天的对。我想我没有看那个内容，但是如果你讲 define。D-E-F-I-N-E 吗 ？Define 应该是吧。嗯，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我晓得，我听你的声音，如果是 define， 可能是一个定义，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整个句子是什么东西，很难现在跟你说那个是干什么的。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的问题？老师，第五节，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好吗？好好，第五节来，怎么样？第五节怎么样？嗯。第五节有个单词我有点不太认识，那个退什么？我看啊，第四章第五节。啊？该学过，怎么忘了 ？Entire。啊 ？Entire 是不是？对 ，Entire 对。第二行的后面 ，Entire 是整个全部的意思 ，Whole 啊，全部全部。全部的、所以在他统治的全部的期间、entire reign， 他全部统治的期间 during the entire reign， 在他全部统治的期间，这个 Cyrus 这个王哈，波斯王 Cyrus 他统治全部的期间这样子。哦，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看一下聊天框。Oh, OK， 这个是我们在今天见证里的句子，是不是 ？OK，OK， 永远不要让你的过去的昨天的失败，就是你曾经有过的这些失败，你过去的这些失败呢，来 define，OK、okay?。Define， 来决定 ，OK， 这个地方不一定翻成下定义，因为在配合中文的语境，你要翻的话，你可以说不能让你昨天的这些失败决定你的未来 ，your future。聊天框里的这一句，你不能让你昨天的失败就决定你的未来，因为你昨天失败了，因为你过去的失败，你就认为你将来一定也是个失败的人，不能这样子。OK， so 这个地方用 define。define 本身原来的意思是为什么事情下定义，在这里的话配合中文的语境，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它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过去可能是你是个人渣，可能你是个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可能过去你的学习成绩不好，可能过去你在很多方面很失败，婚姻失败，这个事业也失败，但是不意味着你未来就失败啊，是不是 ？OK， 所以不能让它来决定你未来的失败 ，define。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今天的雅各书哈，雅各书现在是第四章，是还是第四章吗？还是第五章了？好像是第五章了，是不是？好，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前面讲到是说这些Rich appraisers, right? 我们昨天讲到这第五章的第一节哈，讲到这些富人，你们应该嚎啕大哭，因为有苦难要降临到你们身上了。好，然后继续再叙述说 ，your wealth, wealth, 什么叫 wealth？ 财富，财富，你这些财宝，这些有钱的东西啊，财富 ，your wealth has rotted。Rotted， 什么叫 rot？ 知道什么叫 rot？ 腐蚀、腐烂、腐蚀、烂掉了。OK，rot，OK，rot。很多时候我们的食物会 rot，right？ 烂掉了。然后你的财富，你这些财富会烂掉。OK， 这是一个形容，就是说财富基本上也会丢失的。And moths 是那个 moth， 是那个飞蛾啊。Have eaten your clothes， 这个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哈，所以你那个衣橱里面要放樟脑丸，不然的话那个蛾子都会把你的衣服给咬了。The moth have eaten your clothes。Okay， 好，所以你的财富啊都会坏掉了。OK， 然后呢，你的衣服也会被虫子咬的。Okay， 好，没有问题。这句有没有问题？这是一个比喻哈，这都是一个比喻。好，我们有没有人要读一下，朗读一下 ？Rot 基本上就是烂掉、腐朽 ，OK， 叫 rot。Your wealth has rotted, and moths have eaten your clothes、okay。我们请 Lydia 来读一下 ，Lydia 来。Thank you, Jane. 这个坏掉是 rotted 还是 rotted？ Rotted， 后面要一个读出来。Rotted， rot， 好的。Your wealth has rotted, and the moths have eaten your clothes. Very good, very good. 好，这个句子不难。Thank you, thank you. 好，再来，我看 Jessica 来 ，Jessica。Thank you, Jane. Your wealth has rotted, and moth has eaten your clothes. Wealth. TH 就是一个气音。Wealth. Wealth. Very good. 好，我们再来，我们请 Christina 来。Christina. Thank you, Dean. Your wealth has rotted, and moths have eaten your clothes. Very good. Clothes, right. Thank you. Esther Green, like. Your wealth has rotted, and moths have eaten your clothes. Very good. 哈，这个很容易。我们再来啊，Sarah, please, Sarah. Thank you, Jane.Thank you. Your wealth has rotted, and the moth has eaten your clothes. Very good. Very good. 好，我们再来看，再来是婷婷。Your wealth has rotted, and the moth have eaten your clothes. Eaten. Right. Eaten. Very good. 好，thank you. 我们再来 ，Ruth 来 ，Ruth。
Thank you, Jane. Your wealth has rotted and the mouse have eaten your clothes. Rotted. Raw. Ro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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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your good. Your wealth has rotted and the mouse have eaten your clothes. Very good. 好，再来 Joy. Joy. 谢谢郑老师。Your wealth has rotted.And moths have eaten your clothes. Right. Wealth. Wealth. Thank you. 再来 Glory 来 Glory. 谢谢老师。Your wealth has rotted, and moths has eaten your clothes. Very good. Very good. Okay. 好 Thank you.我们看一下 Your wealth has rotted and moths have eaten your clothes. OK, 把你的衣服都咬了。这个就是直接用 eaten 就可以。蛾子那个 moth 就是那个长的蛾子。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OK,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然后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在群里面讨论，或者是我们明天上课还可以再谈。OK, 好，谢谢大家。因为我们的文稿里面有一点出了问题，我要用这个来讲。OK, 好，在十三节里头 ，OK, 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十三节里面有讲说 ，Furthermore, 哈 ，the king should know that if this city is built, 王你应该知道，假如这个城市一旦被建立，因为以前是毁掉了，现在如果一旦你让它建立起来 ，and its walls are restored, 它的城墙你让它整个重建起来的话。那就会怎么样？他认为说墙被建立起来，城被建立起来，以色列人自己又会回到他们以前的犹大国，或者是耶路撒冷，他就会不听你使唤，不听你这个波斯王的使唤，那个时候你就怎么样 ？No more taxes， 你收不到他的税了。哦，他怕，所以他们怕以色列人抢起来，会不给，不交税了。Tribute 是进贡的意思，进贡基本上就是送礼物了。哦、OK, 每一年像以前中国强盛的时候，什么高丽呀、啊、这越南啊这些国家都是定期给我们送礼物来的，这个就是进贡啊。Or duty, duty 指的是什么？ Duty 是什么？责任。Duty 可以说是责任，它其实主要指的也是一种税负。也是一种税负 ,OK? 他比如说什么东西出口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是有 duty 的 ,OK? So, no more taxes, tribute, or duty will be paid. 这三种都没有人愿意付钱了。他们也不付这个 taxes, 也不付税了，也不付这个 tribute, 哈，也不付这个，也不进贡了，然后那个 duty, 他们也不缴那个关税什么东西那些 duty 了，他们该尽的责任肯定也不尽了，比如说你出兵打仗，他如果是你的藩属国的话，给你交税的话，你可能要他，哎，你给我出个2000人跟我一块去打仗，他们连这个也不愿意做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他们该付的钱 ,OK? No more, 这三个都没人会付钱了。And eventually 是什么意思 ?eventually? 最终终究。盛世嘛。最后总的来讲 ,OK? Eventually, OK, 这件事情终究来讲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什么什么问题。这个 eventually 就是最后最终的时候，最后的结果。你等着看好了，这件事情最终我们
一定我们学校就会受影响了，我们升学率受影响了啊！你看现在经济不好，终究最后你看我们学校毕业就会很多学生找不到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结果了。这个就是 eventually， 很多事情你往前看，你觉得最后它会怎么样，你就用这个副词 eventually。 总的来讲，最终呢 the royal revenue， 什么叫 royal revenue？Revenue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字，叫做收入。OK? OK? 所以这是国家皇室的收入，皇家的收入。因为以前帝王制嘛，对不对啊？波斯王。波斯王你整个皇室的这些收入呢，你的这 收入从，因为你靠着老百姓这个交税那个做什么的，然后什么进贡啊，什么礼物啊，这些东西。总的来讲，你能收到的东西就叫 revenue will suffer， royal revenue will suffer， 你所有能收入的好东西得到利润的都会受到亏损的， suffer 就是受损了， suffer， OK。 好，所以他就告诉你，你现在千万别让他们建墙，这些以色列人啊坏得很，到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墙给建起来了，他们强大，把他们养大了以后，又让他们自己盖自己的神殿以后，他可能就不听你管辖了，不给你交税了，不给你进贡了， OK， 不交什么什么关税这些东西，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问题。所以他们是这样跟这个波斯王给建议的， OK。 好，这个是十三节。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 courtesy and duty 有什么区别？是哪一个字你再说一下，我听不清楚，听得见吗？他说的是 tax and duty 的区别，我说。哦， tax and duty， OK， 好， very good。 tax and duty， 好，比如说你们现在 OK， 你们从中国来，你带了一个东西进来，美国海关说你可以带一瓶酒进来，假设啊，我随便讲，可以带一瓶酒，可以带两瓶酒进来，但是你带了半打进来，而且是这个是烈酒啊，半打进来，那这个海关的官员会跟你说，你这其他的就要交 duty， 这个就是什么关税，要我们中文还是翻成税哈，关税，这是 duty。还有的时候有些人比如说你我们国家开了这条路， OK， 这条路呢我们现在对所有的老百姓，凡是走这条公路的人你要交一个税， OK， 或你带了多少货，你的车上如果带了我可以让你带比如说500公斤以下，如果你的大卡车超过500斤以上的时候，我就要教你交这个 duty 了，这个是 duty， OK， 这样能不能分辨？就是这种一次一次性的暂时性的， OK， 你进关，你进我们的海关，你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交的那个税负，那个关税，我们叫 duty， 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 OK， 好。 tax 指的是什么？ tax 比 duty 哪一个比较大？tax 比较大， tax 比较大， tax 比如说你是当地的居民， OK， 你每一年要交所得税，像我们讲我们住在这里要交所得税，房屋有房屋的地契的税， OK， 我的房产税，我这个地还有地的增值的税，然后我还有什么我买车子的税， OK， 这都是对当地的居民的这种税。那 duty 通常是一个费用，你必须付给政府，但是呢你通常是在你制造这个东西，或者是你在出口或进口这个东西的时候一次性付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说这个 duty 可以算是 tax 的一种，但是 tax 呢是一个名堂比较大的，一般是对当地的居民的 OK 比较多的这种叫 tax。所以你的给人家哎，比如说像销售，我卖一杯奶茶给你喝，这个里面在美国是有税的啊，叫 sales tax，
营业税，对吧？比如说现在加州这边我们可能是百分之，有些地方百分之九，有些地方百分之十。所以你喝一杯奶茶，如果这杯奶茶五块钱美金的话，它中间的百分之十就是你要再额外再加，我们的税是营业税是外收的， OK， 这个就是 sales tax， 这个是一律平等大家都要收的，这叫 tax。 OK， 好， duty 通常都是指一次性的，比如说制造的时候那个制造有个什么税， 那种一次性的东西，或者是我进口税，进口的关税，出口的关税，那种通常经过海关的叫 duty。 OK， 这两个不太一样， tax 是一个比较大的东西， OK， 比较大的名堂。 tribute 呢指的是进贡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他想跟王讲说你这个皇家的收入就会减少了，OK， 因为你只要让以色列人强起来，他们把自个儿的墙都盖起来以后，他就跟你没关系了，他那一块他自己管了，到时候都不给你交税啊，也不给你进贡啊什么，那你皇家的收入不就减少了吗？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个十四节下面。嗯，谢谢老师。Application。 我先讲一下十四节哈，稍微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十四节，十四节在这里，我还是回来用我这个。